喂，有个紧急消息出啦！今日买咗份明报啦，哎呀，要睇翻个封面先。星期日嘅明报，睇我搵唔搵到个封面先。系啦，星期日明报，价钱呢，1.75，1.75噶，1.75咁样。貴咗平時咧兩個 quarter，即係貴咗50仙。咁就奉送《明報周刊》就《中華探索》喎。咁點解要拍個咁緊急嘅告示咧？嚇！一翻開嚟第一頁，原來 Concor 啊呢個建築公司咧送利是封喎。送利是封，咁啊一沓利是封，咁啊打开俾大家睇。咁啊有5隻利是封喎，相当精美喎。而家仲系11:01，咁啊应该超市仲有嘅，咁啊话俾大家听，可以去买份明报，送呢个利是封，相当正啦。呢個 size 就擺加幣嘅一流啊，唔使接。